给无敌小大大，永远是赛马，这很正常的朋友。主要这个版本德鲁伊没有跳费了，就很尴尬。我起手这三张牌都还不错。德鲁伊连续两个跳费都退了。这把应该只能靠小娜娜打了，因为这把我的宇宙大概是亮不了了。小娜娜，加油啊！我说话就是很正常，对不对？尴不尴尬，兄弟？有点恐怖，就是他挂了我高等级的粉丝牌，对吧？我说鸡饭给我来个修，然后他鸡什么？我不要这种低俗的观众，真的。我琢磨着我说话没有任何问题，你真的是很低俗。也可以，嗯，谢谢石安小姐姐送出的一个万象烟花。哎呀，不是，我觉得开玩笑是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度，对吧？这个开玩笑真的有点低俗，兄弟。那么问题来了，我超刀砍这十血靠谱吗？不是很靠谱吗？完了，他要爆了 ！Oh my god！ 这把刀好是好，但感觉有点……元素野兽，我鬼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小娜娜还是可以的，谢谢杰斯的66颗小星星。哎呀，我感觉好像要赢了吧，小娜娜。Big， 对面手里面可能握了个冰主，他不知道解哪一个，你解我吧啊！死亡岂会束缚？人傻了！神一般的小娜娜。进攻方小娜娜，啊，不愧是我最爱的小娜娜。我斥资了1600成合了个小娜娜，瞬间感觉赚了。哎，随便吃呀，是我的。哦，这个小娜娜可以啊。生命的痕迹，他不会还要死了吧？哥们儿，你一杠一要打脸哦！不，你不是伏笔了吗？嘿，怎么就死了呢？哎，我还想问你们，我导演拉过来吗？这 ，OK， 无敌小娜娜，这个手牌其实这么留还可以，虽然我手里没有龙，但这个能过龙，这个一费可以让我过渡一下，还可以 ，OK， 完美。啊，跟你们说一下，我这个牌唯一的一张重复的牌就这个跳费，因为没有办法，
你或者你要么带这个龙的跳费，就一定要带两张科技，要么就带那个一费找成长。但是介于我这个牌是以龙为根本的，对吧？我还有很多龙的牌，什么九四十二这种东西，所以多一条龙，多减一个费，会好一点。一费发现好像也是两张，没有一张，不是宇宙德，你要能玩，还是要保证它宇宙准时能量。这名字我不太好意思读，你知道吧？谢谢猫腻送出的一个亲吻。哎呀，你买我第十个回合倒下，为了让你失望，我死也要死在第十一个回合，好吧，我话就放这儿了，我们都加油吧。为什么我要加油？你把我倒下我还要加油？我加个毛线油？讲道理，四费六杠八其实还蛮赚的，这里你出这个打掉它也行，感觉也没啥太大必要。硬刀我还是想硬一把十费刀，最好再让我来个科技。这里硬刀大概要硬个五费刀了，最好是硬个十费刀。我想我是你最好的玩具。瞎子解不了大怪吗？现在很多都是半宇宙瞎，我感觉对面有可能也是橱窗看客给的。我觉得这里跳费主要是跳完费以后我没有一个持费的质量能让我打的，如果我手里面有冰主什么的，不是冰主，不好意思，最近那个死棋玩多了，手里面有个什么泰坦修，我可能会跳费，不然的话我这里跳了费，下回合我估计还是要打这个，就有点傻，你知道吧。谢谢前夫送出的一个变脸。哎呀，血赚！不敢用满费，第一有用满费出怪，那个奥秘好像没有退，因为变脸不会触发六杠六。你自以为很好玩，但其实这个是个很低俗的梗，特别如果你们不把我当女神，但事实上我是一个女神，对吧？在一个女生直播间玩这种梗，你自己觉得很好玩。我跟你不熟，就真的这么说，我不是说真的要去拉黑我自己的观众，你明白吗？这种梗在我一个女生看来真的很 low 啊，就你可以不把我当一个女生，但事实上我是一个女生啊，不是吗？他说了啥？你让观众给你科普一下，我懒得去说这种东西。 Oh my god， 如果这回合我打一个这个，我想想看，其实奇利亚斯结果真的很好，我告诉你，因为对面八费了，如果对面是宇宙，这个场面他可能会修的，修了以后我就硬把刀，我节奏是起飞的，到十费这是三个三杠起，也好厉害。我告诉你吧，现在都是这种卡组，你看都外挂一个修。这个毒牌怎么地？谢谢冬天宝宝送出的爱心墨镜。哎呀，不管用枪还是战刃，都你啊，我哭死，就这个东西，就它是减生命值，如果刚好减到没血了，这个牌就没了，无所谓的，这把刀真的已经很厉害了。
世界赠下这份礼物，这是荒野的美德。我怎么中午也播了？因为今天上补丁，我想中午播的时候，晚上就能给大家更新补丁过后的视频了。夜色的小丑票，哎呀，这个德鲁伊吧，我也不好说，就你们自己衡量衡量，到底能不能玩。都在那种宇宙下，如果你带的快一点，打这个德鲁伊是吊打的；但因为他们也很贪，又带的慢一点，带宇宙反而给了我这德鲁伊机会。Oh my god， 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这个手牌硬币扔不了的，我一定要过渡到十倍才可以。脆弱的幸福，崩塌的心智。给张 AOE 兄弟，我觉得这个补丁以后还是只能玩死棋，虽然我不想玩，但你看玩别的卡组玩不了，只有死棋能玩。德鲁伊现在什么形态？没有德鲁伊。这个手牌打瞎子其实挺完美的。真的，这个手牌打瞎子真的很完美了。这大概是我能抽的，真的是比较糊的一个手牌了。谢谢阿令出了一个荣耀而生。下回合我红龙了，这一打红龙太拼了，只有这种牌是德鲁伊大概才能赢个一到两局，仅此而已。现在有什么新的龙吗？有那个六费一杠一那个龙，还有什么新的龙在龙巢里面吗？就这个，这个场面看着还是有点赏心悦目的。
宇宙侠。我是你最好的玩具。所以他不急不忙，那打宇宙我反而是优势，我反而好打，因为他的质量应该没有很多，我还有小娜娜，但是我不一定抽得到。有出六六的啊，没有，那我亏了，恐怖。还是要爆一张，我应该把这两个扔掉吧，没用这两个牌，也赚了。不会我的小娜娜要爆了吧？吓！我是玩术士，最后什么七八张牌抽不到轮盘的，玩德鲁伊最后九张牌抽不到小娜娜，怎么办兄弟们，这游戏好像跟我没啥缘分了已经，怎么办？下回合他醒了我可以考虑直接挂这个。我向世界赠下这份礼物，这是光明的美德。你能不能不要跑，让我看一下我的小娜娜。我小娜娜是我斥资1600成盒的。宇宙侠有哪 宇宙牌？有一个，如果你牌库里没有重复的，它可以向你手牌那个什么开枪，然后每一枪好像是可以带走生命值还是那个攻击力的。他有宇宙牌，只是有点搞笑而已。小娜娜，小娜娜，留不了。哎，萨满，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去组。兄弟，你这个上来十血是不是有点夸张？谁敢动我一步？拿不了王宇了。
负责。